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有关婚姻的问题。现代人的婚姻比起传统旧社会，已经有太多的空间跟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伴侣。但是如何用智慧去选择理想的伴侣呢？站在佛法的观点，姻缘是不是也有命定之说呢？如果没有得到善姻缘，是不是可以走上出家的道路，或是还有其他更好的生活方式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的看法。要结婚找对象，找找寻寻觅觅，结果啊找不到，然后就去出家了。千千万万请你不要来出家，像这样的人出家是不健康的，因为娶不到老婆，嫁不到老公，所以来出家了，那人家会笑我们出家人的。这都是大概你是娶不到老婆的人，你出了家了。大概是你嫁不了老公了，所以你出了家了。出家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不能够啊，是因为娶不到老婆，或者是找不到老公啊，才出家的。出家是啊，他一定啊，就是对于人生有着若干体验啊，觉得自己要走出家的路才能出家的，不是人人是想着啊，因为一个挫折就要出家了，不行啊。如果要出家的人，那就从打头开始起，就不要想说找一个什么找个对象来结婚了。既然要找对象结婚的人，你还去找吧，你找到死为止，你再去找吧。这一生找不到，你下一生再找吧。不要因为啊，这个没有办法找到对象就出家。那出了家以后，你说不定啊，遇到了有一个的对象在你面前出现，你就会后悔了。哎呀，不早一点见面的哈，怎么这个时候才出现呢？那我还还俗吧，这个我宁可以还俗，我就再去结婚吧。哦，这种情形，可能会发生哦，所以最好不要想到是找不到对象就来出家。我劝找不到对象的人还是去找吧，不要就来出家了哈。至于说如何的找到啊，自己合意的对象来结婚呢？我的建议啊，以品德为第一的要求，所以人品啊，不是啊面貌，不要用面貌的美丑啊作为自己选择的呀条件，应该呢用啊品德，或者是呢心地的善良、真诚和啊朴实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呢。如果是爱好虚荣的，如果啊长得是很美，可是呢心胸很狭窄，习惯呢很不好，当然美的人和英俊的人，再加上啊他的品德也好，这叫做啊内在有美，外在也美，这秀外而慧中，这种人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如果找不到呢，退而求其次，品德要好，性格要好，
心地要好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就啊很安全喽。否则的话，不管你做太太也好，你做丈夫也好，你都是不安全的，你的烦恼一定很多的。第二，头脑要清楚，虽然可能呢他也美，性格呢也温和，就是头脑有一点糊里糊涂的，头脑不清楚，事理不容易分清，那这种太太不会给你出大纰漏，可是呢帮不了你太多的忙。将来你们生了孩子的时候啊，你做父亲的人就要负担起很多的责任了，孩子的教育、家庭的照顾，甚至你自己的健康，乃至于你的饮食，你都要照顾自己，还要照顾全家。因为这样的太太，那你要她就是这个样子。或者是呢，你的先生如果头脑不是很清楚，迷迷糊糊的，人是好人呐、啊，那个叫做烂好人，那不是啊有头脑的人呐、啊。你嫁给他以后，当然呢他不会背叛你，可是呢你这个太太也就够辛苦了啦，你什么事情里里外外，乃至于生活费你都要去张罗，这个先生就是迷迷糊糊哎，就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哎，那你人是好了，太好了，结果呢就是你要照顾他，就是辛苦一点了。那么第三的这个太太呀、啊、或者是这个先生呢，能够体谅人的，能够体谅你自己，也能够体谅他人，心胸开朗，跟任何人相处啊，不会的老是在妒忌啊、吃醋啊、怀疑啊。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啊，虽然头脑也不清楚，这个自己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呢老是在怀疑啊、妒忌啊、吃醋啊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那你这个夫妻生活啊过得就很痛苦了。应该呢要互相的信赖，能够啊彼此的呀、啊、能够啊这个绝对的呀、啊、信任谅解，对方稍微有点错误啊，一定要谅解他，一定要包容他。如果能够这样子，有几个条件你选择到这样子的对象的话，我保证你一生都是幸福的。阿弥陀佛。